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佛语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不要忘记订阅和点赞，这样您就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精彩内容。今天，我将与大家探讨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话题。在生肖文化中，有五位女性因其特殊的属性而被认为是家庭的幸运星。她们不仅能够给丈夫带来好运，也能为孩子们带来幸福，更能为整个家庭带来繁荣。尤其是排名第三的生肖女性，她们被认为是天生的财富象征，能够为家庭带来无尽的财富和幸福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有句老话说，夫妻和睦，家庭兴旺。这正是指那些心思细腻、善解人意的女性，她们不仅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，还能巧妙地调和家庭关系，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。这样的女性无疑是家庭中的宝贵财富。而在生肖学中，特别有这样特质的五位生肖女性，她们以其智慧和能力成为家庭中的坚强支柱。对于有幸娶到这样的妻子的男士来说，这无疑是一种难得的幸运。生肖羊。生肖属羊的女士们以其柔和与同理心著称，她们是家中的温暖灵魂。她们擅长创造一个充满爱与和谐的家庭环境，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情感沟通上，都能为配偶和孩子提供深厚的爱与关怀。在家庭财务管理方面，属羊的女性对财富有着敏感的洞察力，她们能够悄无声息地积累资产，促进家庭财务的稳定增长。例如，他们会精打细算，控制家庭开支，在购物时也会慎重选择，避免不必要的消费，确保每一笔支出都物有所值。这种审慎和实际的财务管理方式，使得他们能够逐渐增加真正的财富。此外，属羊的女性非常重视家人的健康和生活品质，他们会早起准备营养均衡的早餐，确保家人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，从而在工作上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。晚上，他们会陪伴孩子进行学习和游戏，营造积极向上的家庭学习氛围。由于他们的精明持家，家庭经济持续增长，也为家庭带来了更多的财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样的家庭在温暖和谐的氛围中逐渐迈向繁荣，属羊的女性无疑成为了家庭幸福和财富增长的关键力量。生肖兔。生肖属兔的女士们外表柔弱，实则内心坚韧，头脑敏锐。她们在理财方面颇有天赋，无论是日常开销还是投资决策，都显示出超凡的洞察力。他们知道何时投资能够为家庭带来丰厚的回报，这种能力赢得了家人的尊敬和信任。他们也擅长运用人际关系网，为配偶的职业发展提供助力。通过巧妙的社交技巧，他们能够为配偶建立有价值的联系，从而不断拓宽家庭的经济来源。在培养下一代方面，属兔的母亲们注重方法与个性化教育，他们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和才能，使他们在多方面都能有出色的表现。他们还倡导孩子参与团体活动，以增强社交和适应能力。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，不仅事业有成，自信独立，还拥有出众的沟通技巧，为其人生的顺利航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生肖猪。属猪的女士们以其慷慨和仁慈的天性而闻名，她们总是以无限的爱心和耐性对待家庭，愿意宽恕伴侣的不足。这样的温馨品质不仅营造了家庭中的和睦氛围，也激励着丈夫在外界更加努力工作，因为家的幸福是他们追求成功的最强动力。他们对小事不斤斤计较，使得丈夫在家中感到轻松愉快，得到的支持也鼓励他在职场上全力以赴，进而实现财富的积累。除此之外，属猪的女性对慈善事业充满热情，
他们乐于助人的行为经常影响着家人，特别是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助人为乐和承担责任。这种美德的传承不仅让家庭洋溢着爱与和谐，也为家庭的未来财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当家中每个人都怀有善心并懂得感恩时，财富和幸福自然会长存。生肖鸡，属鸡的女性以其智慧和敏感而闻名，她们在家庭中充当着顾问的角色，以其出色的财务管理能力而著称。她们对于日常支出和长期投资的规划都十分明确，确保家庭财务的稳步增长。他们在投资决策上表现出的理性和对市场趋势的敏感，使他们能够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投资，为家庭带来额外收入。因此，在他们的领导下，家庭成员无需担心经济问题，可以享受到财务安全。在工作和生活中，属鸡的女性总是充满活力和坚韧不拔，他们在职业和家庭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。在孩子教育方面，他们强调培养责任感和独立性，给予孩子自由空间，以促进其自我管理和成长。同时，他们也非常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关系，利用自己的社交技巧，增进家庭成员间的和谐，经常组织家庭聚会，加强家人之间的联系，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得更加自信。生肖狗，生肖属狗的女性以其坚定的诚信和深沉的家庭情感而闻名，她们在平衡家庭与职业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承诺和责任感。无论是处理家庭日常事务，支持配偶的职业发展，还是关注孩子的教育，她们都能全方位的照顾到。他们的实用主义态度让他们避免不必要的奢侈，专注于满足家庭的基本需求，并确保家庭在稳定中成长。他们珍视家庭和谐，总是尽力解决成员间的任何分歧，努力营造一个充满温暖和稳定的家庭环境。在支持丈夫的事业上，属狗的女性总是默默地给予力量。面对挑战时，他们会耐心倾听并提供建设性的意见，这种支持使丈夫在职业上更加自信和有动力。他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和成长，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言语来培养孩子的诚实、坚韧和信守承诺的品质。他们的孩子通常会培养出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，长大后成为独立、有责任感的人。属狗的女性愿意为家庭付出一切，他们的家庭因此而充满爱和积极的能量，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，逐渐走向成功。这些女性具有强大的旺夫旺子特质，他们的智慧和奉献精神为家庭带来了无尽的幸福和财富。他们不仅是配偶的坚强后盾，也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能够与这样的女性共度一生，是一种难得的幸运。我们应当珍惜她们，让这份幸福持续照亮家庭，使家庭生活更加完满和谐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10月26日，传说中的财神将降临人间，为选中的几个生肖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。据说，这一天的到来将为他们带来连绵不断的财富。无论是通过辛勤工作赚得的正财，还是意外之财，都将源源不断地涌来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财富增长，而是一个能够为未来数年带来持续富裕的契机。错过这一天，就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十年难遇的机会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哪些幸运的生肖将迎来他们的黄金时代。生肖猪，对于属猪的人士而言，10月26日注定是个充满机遇的日子。在这一天，无论是工资收入还是意外之财，都将如潮水般涌来。属猪的人以其善良和可靠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，这一点在职场上尤为明显，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发展的机会。
同事和领导的支持可能会为他们带来晋升或奖金的机遇。在意外之财方面，属猪的人似乎拥有与生俱来的好运，可能会在参与抽奖或购彩时赢得意外之财。属猪的人往往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获利的机会，他们会仔细评估每一个偏财机遇的风险。在朋友聚会中，他们也可能听到赚钱的消息，如果能够抓住这些机会，将可能大幅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。然而，在享受财富的喜悦时，属猪的人也应当注意控制自己的消费冲动。突如其来的财富可能会让人兴奋，但切记不要因一时的财运而挥霍无度。理性的消费和投资是保持财富长久的关键。同时，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乐于助人的精神，也会为他们吸引更多的财运。生肖鼠。对属鼠的人而言，10月26日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。在这个日子里，无论是职场还是投资领域，属鼠的人都将迎来一次大好时机。他们天生聪颖，擅长捕捉时机，在这一天，他们将展现出非凡的商业洞察力，做出精明的选择。特别是在合作中，他们能够敏锐地感知对方的需求，实现互利共赢。在财富方面，建议属鼠的人小试牛刀，比如投资股市或小型创业项目，这可能会带来意外的收益。同时，可能会有意外之财，如意外中奖或投资回报，适当参与可能会为他们带来额外的财富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在财运顺畅的同时，也要保持低调，避免过度自信导致损失。在投资决策时，应该仔细评估风险，保持理性。此外，拓宽社交网络和提升专业技能也将有助于提高财运。总的来说，10月26日对属鼠的人来说，是一个充满机遇和好运的日子。只要把握机会，就能使财富不断增长。生肖龙。属龙的人天生具备吸引力和领导魅力，特别是在10月26日，他们将迎来一波强劲的财富增长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属龙的人在职场上的表现将会格外出众，不仅能够赢得领导的青睐，也会收获同事们的赞扬。他们的积极主动和强烈责任心可能会带来加薪或晋升的机遇，为未来的经济基础打下坚实的基石。在意外之财方面，属龙的人这一天也可能遇到一些高收益的投资机遇，这些机会可能源自他们广泛的社交网络或是职场中的机缘。凭借敏锐的直觉和决策力，投资于科技或创新项目可能会带来意外的好运。合作与集体智慧的力量将是他们成功的关键，通过与志趣相投的伙伴合作，更容易捕捉市场的节奏。但属龙的人也应谨记，即使财运顺畅，也不能麻痹大意，保持清醒的思维，理性的管理财务，维护与他人的和谐关系，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。团结合作的力量是强大的，共同努力将使成功更加容易达成。10月26日的付出和心态将是通往未来成功的重要钥匙。生肖羊。对于属羊的朋友们而言，10月26日是一个财富增长的黄金日。在这一天，你们将展现出一种宁静的心态，以冷静的姿态迎接各种生活挑战，这将有助于你们在理财和投资决策上表现出更多的审慎与智慧。通常谨慎的属羊人，在这特殊的日子里，若能稍微放胆，尝试一些细微的变化，可能会收获意外的惊喜。在职场上，属羊的你们将遇到更多合作的机遇，与同事的和谐相处将促进工作效率的提升，进而带来显著的业绩增长。随着业绩的攀升，财富自然随之增加。在这个重要时刻，
不妨寻求专业人士的建议，为自己的财务管理制定更完善的计划。特别是在理财和投资领域，专业的指导能够帮助你们规避风险。同时，属羊的朋友们也应关注自身健康，适度参与社交活动，这不仅能够拓宽社交网络，还可能为你们带来额外的收益。在这一天，与他人建立积极的互动，将为未来打开更多的可能性。财运的涌现是全方位的，只要你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，随时准备拥抱新机遇，你们的未来必定充满无限美好。在金秋十月的尾声，特定的四个生肖将迎来一次难得的财富转机。10月26日，这一天，他们将体验到财神爷的特别关照，无论是事业还是额外的收入都将有所增长，生活因此而焕发新意。但记得，谦逊和勤奋是持续财富增长的关键。把握每一个机遇，用智慧和努力去招揽财运，让它成为你梦想成真的助力。感谢您收看并支持我们的节目，如果您喜欢，请点赞、订阅并留言您的生肖，让我们一起迎接好运。愿您接下来的日子一帆风顺，财源滚滚而来。